你们啊，不要在外面去买十多米一斤的果子了。看，弟弟家决定今天自己种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。来，弟弟给你打开个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果肉啊，都是这么金黄饱满的，吃起来呀、啊、又脆又甜的。如果你们啊看着有食欲的话，不妨啊给弟弟点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几十米啊，给你发满满大个呢。